艺术家是一位素人画家，1985年8月18日出生于夏诺夫哥罗德州的维克萨市，现住在圣彼得堡。1998年至今，写诗、歌词、故事、散文，制作玩具、纪念品、护身符，用插画、绘画、复合媒材等方式创作，也是专业按摩师，对人和生物的能量观察敏锐。他用绘画传达与世界交流后产生的思想和情感。画家最熟悉的领域是民间传说、幻想和神话。这两幅画，不论是脚绑着一盆火焰的猎鹰，或是将人的侧脸、龙、兽脚交叠而成的巨大蝴蝶，皆展现出他具有多元的创作力量及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。